你看大伙同学过来抄皮皮虾，你看今天有没有？有。没见过做一个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大海推过来的。哎，你看它有那个嘴巴的动来动去的，这是什么啊？ 哈哈哈哈哈！你看今天这个赶海的场面，够大吗？这么多人啊！还有那边很多人在挖螺。今天大退潮，全部过来拿青草螺，每一个过来可能都可以拿一大袋回家，好爽啊！发财的节奏。 今天来这里赶海的，全部是高手啊！如果我是刚他们过来，可能我是最后一个了。亮姐姐大丰收了，你看，一大波了，啊，发财喽！这里可以吃一个月了哦。经过亮姐姐的同意，来给大姐看一下，你看，这种赶海方式是最讲压的。 专家老上一直过来的，大大小小，男女老幼。<笑>我也要去找一下，看有没有皮皮虾了。要不等一下要空手皮皮虾了。这边找那皮皮虾的洞，这里就是那个皮皮虾的洞。哎，有一条。 红红的，船是高的。你看，这里又有一个。哟，一条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这里一条。哈哈哈哈哈。哇，这么多。一般都是两条的。墨鱼啊，这墨鱼，不会的。 上来了，受伤了，你看，啊，他有点受伤，我去放，把它放回去。找了好久啊，都没有了，耶！
天差不多黑了，来看一下今年的收获。哎呀，不过太少了，这里拿回家也煮不了，我把它搬回去吧。把它放下去的，它就自己会转到沙子里面去。 又是愉快的一天，带大家过来看了一下大海，还有我们村里面的高手赶海，不过我是最棒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山河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。